7月29日下午，胡杏儿在微博晒出一组自己的写真美照，并写道：“星期天，想念暖暖的阳光，香香的草味，宜人的美景。”虽说去年胡杏儿已经升级当妈，但是两套清纯风格的连衣裙却将她的少女气质完美展现。单看照片，绝对看不出妈妈的身份。镜头前，胡杏儿扎着马尾，身着白色连衣裙，秀挺向侧沿，一双白皙长腿吸睛十足。趴在大草堆上，对着镜头凹造型，不仅清纯气质尽显，动作也是少女心爆棚。身穿白色连衣裙的胡杏儿坐在草地上，露出甜甜的笑容，一双长腿非常强劲，少女般的坐姿和清纯的模样，让满屏的少女气息都快溢出来了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：“你也太美了吧，你咋这么好看呢？幸福少女的模样呀，为什么年龄好像在往后退？”近日，胡杏儿的老公李承德在社交账号上晒出夫妻两人拍合影的照片，照片中胡杏儿依偎在老公肩旁，画面温馨，十分有爱。只是一向都是主角的儿子居然坐在婴儿车里，被夫妻俩冷落在了一旁，网友笑侃萌宝应该很伤心吧。